啊，行，我挂了，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啊，行了哈、啊，你这还不显示号码，你诈骗吧，你是不是都不显示号码，你还移动？哎呦，我国内的号码和这个号码有什么联系吗？主要是也是我们今天会打您日本的号码，是因为我们也确认到，您在6月6号的时候，你也用您的有效证件在网上。向我们移动新开办13601689412这部号码是来做使用，这部136的号码目前我们看到有异常使用的情况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，我国内的136的号码是多少？13601689412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号码不是我的号码，你打错了吧？你搞错了是不是？这个136的号码不是我国内的号码哈。我们这边联系机主本人之前都是有核对过完整开办信息，调取相关材料，才会跟机主您本人做联系的。啊，就是不好意思，你说的那个中国的那个136的号码，它不是我本人的号码，我国内的号码不是136。那6月6号怎么会用您的证件在网上申办登记？啊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哈。行，我挂了，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哈。行了哈，你这还不显示号码，你诈骗吧，你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的号码很正常，不需要你帮我处理哈。谢谢你了哈，你可以挂了。你要是说移动打电话的话，你们应该是移动的那个什么号码是不是？你这还什么还是都不显示号码，你还移动？有摔到过还是？中毒了是什么情况呀？我们给其他用户打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啊。好吧，那你不用再给我打电话了哈，我不需要这方面的需求，我的号码都很正常，不就我只要不违法犯罪的话，不是警察局联系我就行了，连警察联系我让我去坐牢那我就去，我要是其他事情我没违法犯罪的话，你就不需要给我打电话了哈。谢谢你，拜拜。他可真有意思啊，他告诉我说我国内的那个号码有问题，怎么怎么怎么地的，他打到我日本的电话号码了，他你不知道是从哪儿弄到的我的日本这个号码哈。我跟你说，我自从做了自媒体之后，有一些人就是愿意这么骚扰，这告诉我是移动的，说我中国的电话手机号码有问题，你这说了中国号码都不对，你怎么查到我日本的手机号码的？我也真是比较觉得那蹊跷了哈。要是我是再傻点可能还行，我现在好像没到傻那个地步吧，等我再过个几年吧，尽量这10年你给我打电话应该我不会相信的哈。等过10年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吧哈。妈妈给你拿樱桃。把里边那个盒就吐在这个袋里边就行了哈，对不对？垃圾就丢在这里边就行哈，不准给人家丢车上哈。一扔啊，丢的把垃圾丢在这里边就行，听不听见？啊，一扔什么一扔？一扔什么一扔？一扔啊，不吃啊，不吃给妈妈呀。啊，还一扔。老师说让他穿那个小裤衩，不爱穿。告诉老师一扔。今天玩水也是，老师说玩水必须得穿小裤衩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玩水都不想穿小裤衩。我说班里边是不是还有8、9个孩子跟他一样穿尿不湿？老师说对对对，不用着急，不要紧，一共能有12、13个孩子吧，就有2、3个孩子能正儿八经的穿上啊。姑啊，你别丢脸，我给你拿个纸吧哈。啊，哎呦，还能拿雨伞呢。哎呦，妈妈，雨伞。哎呀啊，雨下雨了，别把头发淋湿了哈。下车吧。哎呀，穿这个鞋能行吗？还穿着，哎呀，可爱美了，你说哈，哎呀。一半呀，没有。好，让爸爸给你把雨伞撑起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妈呀，他自己会撑伞吗？靠边上，来车了，上边上去站着，来，来车了。哎呦，啊，啊，什么东西？苦菜呀？不苦菜呀？快走吧，不苦菜也不要紧，那是树叶。哎呀妈呀，你好像你还多么干净一样，你还哭塞，你都往你拉屎拉的尿不湿里边，你还哭塞。嗯，真漂亮哈，啊，漂亮不漂亮？哎呦，哎呀，我问香不香啊？香不香？啊，哎呀，香。好，那把这个面包去送给爸爸行了，这面包给爸爸，面包给爸爸吃。啊，好，走。啊，这樱桃也给爸爸呀。哎呀。哎呀，阿里嘎多，哎，爱西路啊，阿里嘎多大开。哎，那个竹子都开花了，这个竹子。妈，妈，妈，
哎呀，怎么在那个水脚上那个水都弄湿了？别把鞋弄脏了，快坐上班去。你还踩踩水，这个是水鞋吗？这是，你弄脏了我不给你刷鞋，你都不用穿啊。哎，我们家这个水稻种的是最晚的呢，小苗小，还没长起来。人家别的地方种的早的，都长了老高多老高了。妈咪，屁呀、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为啥？摔的。上面这草，你看这草一不出就一堆一堆的。啊，没有呢。好，走吧，咱回家吧。爸爸除除草，咱回家吧，回家做饭吧。啊，阿妹。啊，没有呢。哎呦，我们打个伞，给爸爸也打打伞。爸爸也打打伞，嗯、嗨。哎，我们一起，拜拜拜拜我们一起打打伞拜拜哈。今天怎么这么听话？回来就坐着看电视哈。哎呦，真听话，自己搁这坐着看电视。你看这只蚂蚁搬了叶子从树上咬下来，把这叶子哈，啊，把这叶子咬了一片一片的，人家排队运输回来哈。这蚂蚁真厉害啊，黑眼睛啊，这小蚂蚁真好看哈，黑眼睛。好久没炒大白菜了哈，感觉这大白菜这么炒炒也挺有食欲的哈，咱俩给它喂吧炒炒。这里辣椒一点都不辣，这种辣椒是那种长长的，还一点都不辣。嗯，一点不辣。嗯，我闺女不想吃饭，我就炒个大白菜行了，给我自己拌了个洋葱，我不做了，等着我老公回来我再重新做吧。你现在呼隆呼隆做那么一堆，我闺女不想吃，浪费了，就热乎了好吃，刚出锅了好吃。把这个碗放桌子上就行，哎，放下，哎，用筷子夹着吃，一个个的吃哈。嗯，豆豆，黑豆。妈就，看人家吃播没白看啊，就刚才看着一个人家那个吃播用牛奶，面包蘸着牛奶呀、啊，看一下要喝牛奶。阿露，好，喝都喝完了啊，哎，今天是主动要喝牛奶的哈，平时都不爱喝的玩意儿，除了早晨用牛奶泡个麦片啊。平时不爱喝牛奶哈，也不要牛奶。今天看人家吃播喝牛奶，大，大哈、啊，妈给倒这么多，还能喝完吗？妈，大哈、啊，这么多哈、啊，牛奶，妈，啊，牛奶，妈妈喝呀、啊，你不喝了，妈妈喝吧。真香啊，别砸，慢点。好意思菜呀，哎呀，吃这大口菜。撒了，你看这小闺女，你妈哪有一桶，找找这个孔，找找这个缝，找那个缝的。哎对，哦呦，哎，爸爸把花拿了，赶快回来给爷爷奶奶插上去。哎呀，这小闺女，哇，这个红色的真漂亮哈。还有这个，哎呦，粉色的，啊，粉色，对，找找缝。哎，好香，哇。真香啊，香哈！啊，香，谢谢。哎呦，还搂搂爸爸呀！哎呦，喜欢爸爸？喜欢啊！哎呦，你塞，让爸爸教教你，你塞。啊，对，弄出两个指头的就行，你塞。哎，对，就这样，你塞。哎，饺子。你塞。你塞对，真棒！你塞，哎呀，我这路是那个太阴石头给呢啊，呢，あの日が帰ってから爸爸が抱っこしてね，ひなひなで，啊，泣きそう，その時泣きそう，ね，那花真漂亮。那真漂亮，那你看这家伙哈，现在就你跟他说了多少遍，让他拉屎都上厕所里边去拉哈，他就不走，他就这都愿意拱这个垛子里边吐沫了。妈，盼子。盼子呀，在上幼儿园要穿盼子的哈，在以后回家也要穿盼子，穿着你的小裤衩哈。